Yes, we didn't want to be too sober, somber, and serious. At a time like this, it's important to pick ourselves up, dust ourselves off, and really just sort of go with what is basic in human. It's to be celebration, to enjoy, to. 因为整个大环境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设计师都已经不做秀了。那这一次宝姿，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 这个品牌还是做得很好，而且你从整个秀场上看，大家都还是很高兴的。而且这次他们受到它的主题受到印度风的影响，每一个细节面料都跟主题怎么说呢，很密切。大家看起来，而且特别是在现场的印度的乐队，让整个秀是在一种愉悦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让大家。 就是每一个颜色呀，每一件衣服穿在模特身上走出来，感觉都很舒服。我很喜欢它色彩鲜艳的那几套晚装，我觉得很印度风情又很强，那又很摩登。大家，今年大家更多走在务实，因为往年都有很多一些。 怎么说一些比较夸张的？今年反而都更多是保守的。我们跟设计师一起先，好的。